秀贤凭借来自星星的你人气暴涨，广告影片合约纷纷飞来，继李敏镐之后都教授成为新一代男神，就连央视新闻周刊也将他选为一周人物，专门解读他饰演的窦教授和星星走红的原因。2016年10月23日，韩国男神金秀贤入伍，虽然他非常低调，没有与粉丝开送别会，但还是被路透出最新照片。秀贤欧巴的经纪公司表示，他本人希望低调入伍，不会公开具体的入伍地点，并不是此前传出的乐山新兵训练所，这样做也是为了不给一起入伍的其他人造成影响，忍不住要给小贤发红花。据悉金秀贤这次将在接受五周的基础军事训练后作为现役兵服役21个月，留着板寸头一直挺身的欧巴军装素颜无敌了，金秀贤真的去哪里都会发光啊，做什么都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极致，优秀的人做什么都很优秀，身体管理做得真好，超喜欢他的精气神和认真做事的态度，阳光爱笑喜欢运动，真的是理想男友了，好久没看到他了，最后的比心太可爱了啦，忍不住同步给他比一个心。对于韩国偶像来说，2年的兵役都是演艺事业中的重大考验，许多网友表示为金秀贤的勇气点赞，因为身体原因他明明不需要进部队还主动要求服役，真男人。也有粉丝为金秀贤送上祝福，表示会一如既往的支持他，无论几年等你付出。